人生的道理，不管是浓烈的，或者是清淡的，或者是苦涩的，都有别有一番风味，就跟人生一样，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但是我们可能就是由于都爱茶，所以当我写到那个角色的时候，他可能会看出更有感觉。如果有一个碰巧要是一个另外一种巧合的话，那就可能角色我觉得可能会受一些损伤吧。这样，魔幻手机有非常多的精彩之处，然后其中被网友总结的最频繁的是左内老师给为魔幻手机设计的卡通剪裁。在座的每位嘉宾能不能把每一句剧中的精彩台词送给左内老师作为他新发布会的礼物？然后这一回可以从交代台开始吗？茶就像女人一样啊，他是这么写的，但是我觉得茶像兄弟一样。好，我们继续品茶吧。我比较喜欢碧螺春。那我们还是喝乌龙茶吧。最熟悉的一句话，那就是台词是我起得比你早，睡得比狗晚，没日没夜的干，现在家业挣出来了，他们要卸磨杀猪了。有钱的这里有，这里有，漂亮。